尊敬的各位老师、同学们和正在收看的观众们，大家好。这里是北京大学全国中学骨干教师综合教育能力提升国家讲堂2020年前沿与交叉研究班。我是主持人，北京大学前沿交叉学科研究院2016级直博生刘冰。因为疫情的原因呢，我们这次的研修班采用了线上的模式，非常可惜不能与大家相聚在美丽的燕园。不过相信在不久的将来，等疫情结束，我们一定可以再次相约，相约北京，相约北大。相信各位老师和同学们经过了这几个月线上的教学摸索，也已经逐渐习惯了线上的教育模式。那希望我们今天的课程能给大家带来同样精彩的收获和体验。今天的课程呢，我们请来了一位非常重量级的助讲老师。首先呢，允许我介绍一下这位老师，他是北京大学现代农学院教授、学术委员会主任、美国科学院院士，曾毅然地放弃了耶鲁大学终身教授的职务，选择回国，回到母校北京大学，创办了现代农学院的筹建院长邓兴旺老师。欢迎邓老师。各位老师们好，今天跟大家讲一讲植物世界。实际上我每个夏天都跟类似的这个场景在北大的教室里面讲。今年很特殊，我们天国一方。我现在实际上是在山东潍坊市北京大学现代农业研究院的一个办公室里面跟大家讲课。我跟大家讲的课，就是讲一讲我们身处的这个地球上面的所有的植物。实际上植物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事情。我们每一位老师或者是每一位同学在你的日常生活中，在校园散步，或者在公园里面竞走，或者外出只要你不是在高空的飞行中，你都会看到身边的植物。只要你稍微仔细的观察一下身边的植物，你就会发现很多很奇妙的事情。我这张图片收集了几种不同的植物的身体，或者花或者花絮等等。所以大家看到这种植物的这种这些几何纹路啊，这种样子啊，都非常的有趣啊，你越看越觉得有意思啊，就是有的是很对称的，有的是一种螺旋的，有的是一种很色彩缤纷的，就是你越看就觉得这个很奇妙啊。我想大家都会不要要问一些问题啊，每一个植物怎么会知道长成这个样子啊？那么多同一个物种，那么多株植物，它怎么都知道长得一模一样呢？所以这植物有很多很多可以问的学问啊，就是我们实际上引起我们同学们对这个植物的好奇心说不定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起点。这个植物，我想跟大家关于植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事情是2014年就是那一年刚好我是全职回北大那一年，在回来之前，在4月13号我们在成都举办了一个国际前沿学术会议。这个会议的最后一天我们参观了一个公园是在一位老先生大家在我箭头指的这位老先生，他是华西希望集团的这个创办人这个他在向我们北大的前校长许志宏老师介绍这个他这个公园里面的一些很多植被可以大家看这个做的非常非常漂亮，这是他私家植园2000亩的一个私家植园非常漂亮，这个长廊还有他的一些温室。但他最得意的一个杰作这是在向我还有许校长等一些科学家介绍的，就是这样一个东西在这个东西不能大家看到吧，不知道大家能看得清楚没有，这个是杜鹃花但是它不是一株杜鹃花，
它是大概25株左右的杜鹃花啊，就是它把它血肉相连，把它结成一相当于一株一样的一个结构，像一个花篮花瓶一样，下面是花瓶，上面是啊这个花，所以它盛开的时候非常漂亮啊。据说这位啊陈先生还把这个技术啊申请了国际专利，但是就是我想跟大家讲的意思就是，在植物它就很多很多有趣的事情，你可以把多株植物把它嫁接在一起，最后它形成血肉相连的一体啊，这个是也是很有意思的。但实际上这个也是很漂亮，在公园的啊门口进去以后有很大一片啊这样的植物，看起来也是非常的啊这个印象深刻啊，印象深刻。听说这个公园现在啊每天在这个啊这个春夏季啊，每天的游客都是几百万人啊，百万人的人。植物实际上基本上可以做到长生不老，当然这是一部分植物了啊。比如说我跟大家看的这个屏幕上这是一棵啊这个树啊，这个树呢就是一个远一点的全景或一个近一点的那树干的照片。这个照片是我自己拍的啊，这个树边有一个小牌子啊，大家看得到的，在牌子上写的什么事呢，就写的啊，成吉思汗曾经路过这个地方的时候用这个树拴了他的马啊，拴了马。那我们现在知道成吉思汗啊已经坐古了很多年了啊，很多年了，而且他埋在什么地方也是一个学术争议的题啊，课题，大家的争议他到底是埋在什么地方。那这些我们就不去寻找他的这些结论，但是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植物的生命力啊，因为那么伟大的人物啊，在同一个时间点啊，就是用这个树上拴了马最后去世的，而且他埋在哪我们现在都搞不清楚，但是这棵植物还在，还活着啊，供我们现在的后人来看。所以这个植物的生命力，植物的啊这个长寿是可见啊，可见而知啊。我跟大家看这么一张照片啊，这张照片据说是这目前为止找到的一棵最老的植物啊，据说也接近10000年啊，9000多年，10000年。这个就是啊在瑞典的一个山上看到的啊，就说有这就明显有证据啊，植物是可以万岁的啊。我们人虽然很多啊这个已经当家做主的这种皇上级的人物啊，都希望万岁万岁万万岁，但是没有一个人真正超过100岁，但是植物是可以做到的。所以这个植物本领是很的。这有我跟大家再看一个照片，说明这个植物的这个长寿啊。这是我在青岛的崂山公园啊，崂山植物国家公园看到一个柏树啊，旱柏。这个树啊，这个按照那个注解啊，是2100岁，这是啊西汉时候的树木啊。这一字健在，而且是活的非常的健壮啊。同时我跟大家看一张我在那个老子啊，在崂山的老子塑像下照了一张照片啊。这时候我夫人在那边看的时候，我深有感慨，看了这张照片。你看老子啊，一个人啊也是2000多岁了啊，他只能是以一块雕像存在。哎，植物，同一棵植物那个时候是合作，今天照样合作啊，但是人是不一样的啊。人你看我是合作啊，但是啊我是比老子要少2000多年，在中间隔了啊好多好多代。所以人的生命和植物的生命比起来啊，确实是有相当大的差距啊，给大家一个印象啊。这有进一步啊，这个植物有很多有趣的现象，比如说你们要是逛公园，在山上啊这个散步啊，爬山的过程中多一些观察，多一些注意。我看到这个在崂山公园，同一个崂山公园看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啊，这也是存在好多年了，就是一个柏树或另外一个藤本植物开得很漂亮的花啊，就在左边啊，这花啊就是完全
寄生在一起，这个藤的根就是从那个树干里面长出来，啊，很有意思。这个两个树一起就是啊，相当于合作啊，一直在一起这么多年，而且这个两个植物的啊，从这个亲缘关系上相差非常非常远的。Okay， 当然还有在热的啊，比如说广西呀、广东那边啊，海南岛等等啊，你经常会看到一些植物啊，就说一个植物的树干上长了很多很多别的植物，就一个植物长在另外一个植物的上面啊，就说是寄生的上面。还有一些情况看到是两棵植物啊，就是它小的时候年轻的时候是两棵植物刚好挨得很近，它长着长着它就变成一棵植物了啊。这个刚才和我刚开始讲的这个现象也是啊，很雷同。但是两棵植物不同种类的植物，它有的时候长着长着也会长在一起，而且它最后就是连为一体了啊，亲密无间的一体化啊，这种很有意思啊。植物具有一些这种很奇特的啊功能啊，当然什么造就这些功能以后啊，慢慢的再去需要我们去研究啊，它合在一起以后，两个不同种类的植物互相有什么影响啊，在这个它的细胞啊分子水平上啊有些什么交流，有些什么变动啊，这都是以后可以做研究的、做学问的一些机会。Okay。 啊，我们植物也有，有人要是去过啊，这个牛三姐唱歌的地方，就会知道那边有一棵大榕树啊。这个榕树啊，是一种很有代表性的一种植物，它就说它能够在它的树干上，它就突然发出一个根来，这个根慢慢就扎到地里面去，就叫气生根啊。这样的话，一棵树它往往是它这个覆盖的面积会巨大啊，你说一个树可以成一个森林啊，独木成林啊，这个词也是从这来的，就一棵树它可以很长很长时间，同时又会变得很大很大很大。当然有根有枝的这一块，你要把它这个枝或别的地方啊把它分开锯断，它就变成一个独立的植物了啊，就是说这就是植物一个很奇特的本领，就一个变成多个。植物还有很多有趣的现象，比如说啊，这个图片里面一个特殊的草啊，就能够捕捉一些昆虫的，就说这昆虫要是不小心着落在这个上面，这个结构叶片这个结构，它就能够感受，它就能把它合起来，一合上以后它就跑不掉了，根本跑不掉，它就能分泌一些消化液啊，一些酶啊等等之类的，就能把这个昆虫给消化掉。这个植物啊，有的植物还进化出就像人啊动物一样，它具有捕捉别的动物把它当食品把它消化掉为自己增加营养的功能，很有意思的。那这个植物里面也有很多学问啊，大家可能也会想一想，就说这个植物这个打开的状态下，它怎么知道是掉下来一颗灰尘、一个小石子、一个什么什么别的渣子，而不是一个昆虫呢？这个东西大家可以想一想，就是他做什么样的判断，他这是一个昆虫，他要把它合起来把它吃掉，而不是一个就是一个小石头啊，不要浪费能量去把它又合起来分泌一些酶等等啊。大家可以想啊，这个植物啊，据说它使用的方法就是判断是不是一个虫子，还是一个垃圾啊，一个什么小石块啊等等呢，它就是判断掉在上面以后它动不动啊，它要是虫子掉上去以后，它肯定会在有一些运动啊，一些动作，所以它判断一秒两秒它有动，它就是虫子；要是掉了不动啊，它就不是虫子啊。就所以它这个植物它也是很聪明的啊，很聪明的啊。这个捕虫子还有一些别的，比如这个猪笼草啊，还有这个瓶子草啊等等，它们会有一些很奇特的结构。啊，就像我们小时候抓鱼的时候、捕鱼的时候那种笼子一样的东西，啊，它有时候在笼子的口边上或者盖子上，还分泌一些很香的或者甜的一些化合物，啊，吸引一些昆虫，着落了这边上来，啊，然后一不小心掉下去，啊，就被它当食品啊消化掉吃掉了，啊，就说这植物实际上有很多很多奇特的啊奇特的一些现象啊，很有意思的现象啊。我再讲一个植物的这个在地球上
的重要性啊，就是不言而喻的啊。我收集了几张照片，就说这种完全就是一些石头上啊，就是岩石上，看起来啊，至少看起来是没有任何土的痕迹的地方。哎，就在这岩石的一些小缝缝里面啊，一些植物啊，不同的植物就能够生长活下来啊，非常有意思，就能活下来。而且你看他们啊，活得还蛮健康，而且开的这花还很漂亮啊，就是植物与生俱来，还具有一种开疆拓土的那种精神。它会造一些没有生命痕迹的、没有动物的、没有的地方啊，它能够先去扎根啊，先去啊这个把环境改造啊啊，那个它在这个石头上长多了，这石头慢慢就风化，可能就变成土壤啊，慢慢就更多的植物、更多的微生物，更的，然后动物自然动物就会来了啊，所以这个植物总是先动物一步啊，去开拓疆土啊，让这个地球上更多的面积适合于生命的存在。OK， 植物也和我们的生活啊，生活我们吃啊住密切相关。我给大家看几张照片啊，这几张照片都是我在以色列或者是台湾啊，在参观的时候，在他们的街边市场啊拍到的一些照片啊。我今天看的这些照片，这主要都是西红柿。可能要是不说的话，可能会认为啊，有些可能是别的水果，什么荔枝呀、杏子呀之类，实际上都不是，它都是西红柿，而且是很多不同种类的西红柿，它可能都长得像一些杏子的样子，像一些李子样子，像一些长条的一些小瓜的样子啊等等啊，有大有小，不同颜色，不同形状，但它们都是西红柿啊。就说这个西红柿实际上是一种很古老的这个作物啊，就是从一些野生植物通过人类慢慢把它驯化培养，但是我们人类根据自己的爱好，就把它能够培育出各式各样的品种。啊，现在的当然，现在这个市场上西红柿啊，也是差不多是在全世界范围内这个经济价值啊，经济这个作物的经济价值也是应该排在前两位啊，不是第一就是第二，非常非常多啊，全世界非常通用的一种，又当水果啊，又当蔬菜吃的一种作物啊，这西红柿。哎，这西红柿的育种，我就跟大家就说进一步介绍一点点啊，就是这个植物的一些，这个植物的各式各样的植物形状啊、颜色等等，这些所有这些我们能看到的形状，实际上都是由基因决定的。就是说啊，同一个基因处于不同的这个活性状态啊，比如说我箭头指的这一个基因的位点，它就有两个活性状态，一个就是黄色，一个就是红色。还有这些花也可能是不同的啊颜色，一个白色啊，一个黄色啊等等。像这个位点就是一个都是红色，但是一个是这个椭圆形，一个是更加圆形啊，就是一个状态。就是说很多很多基因，每这个一个基因呢，它可以处于多个核心状态啊，每一个核心状态它产生的表型现象又不太一样。所以呢啊通过这些前期啊，就是这些育种家们或者这个把这些总结起来，而且找出是某一个位点的基因啊，几个不同的状态，每个状态决定什么，把这些东西都在它的基因组上啊，基因组的染色体上都能够一个一个的把它标出来了，这就为我们以后培育新的西红柿品种啊，创造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条件。比如说啊，以后我们想培育一个西红柿，有什么样的叶子，要需要什么样的一个花，什么样的大小的西红柿，有什么形状的西红柿，只要你说好了，然后我会根据这张图啊，就找出不同的基因的不同活性状态，把它那个这个整合的一株植物里面去。哎，这株植物基本上可以肯定的说啊，就是你需要的这个西红柿。所以这种就是根据已知的这些分子基因的信息去有意识的去设计一个新的品种啊，这就是我们今天啊大家在这个育种界常说的叫分子
设计育种啊，这个是现在啊比较普遍啊，中国在做啊，全世界这些国家都有科学家可以做到，这是育种。另外一个植物我想给大家介绍一点的啊，就是应该说是在农业啊，农业这个育种这个领域唯一一个得到诺贝尔奖的一个科研成果啊，这就涉及到是 Norman Borlaug 啊，他是啊1914年出生啊，2009年去世啊，这个一个非常伟大的科学家，他是在上世纪40年代、50年代啊，通过他的啊领导的这个科学家团队啊努力工作呢，就是把这个当时的小麦啊，小麦都是很高的，当时的小麦都是比人高，人进了小麦田里就像进了青纱帐啊，就像进了今天的玉米地里一样啊，人是就看不到人了啊，他把这个小麦矮杆化啊，就是把它基本上降低了一半啊，就是这个高度降低一半，就是产量大大增加啊，产量增加，所以他的工作特别是在50年代、60年代起的后果非常非常重大啊，就是那个时候人口增加非常快啊，要是没有这个技术呢，那世界就面临了没有饭吃，因为粮食增产太慢，人口增长过多啊，所以又因为他这个研究的成果，加上啊别的科学家也在玉米在水稻也做出类似的工作，所以叫是世界的粮食一下子几年就翻了一番啊，就没有产生了这个饥饿这个问题。所以没有饥饿嘛，一般来说就不会有战争，所以1970年啊，这位先生啊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啊，不是生命科学奖也不是生理奖啊，因为诺贝尔奖没有农业奖，所以就给他一个和平奖啊，为了啊这个纪念啊，或者为了这个纪念他在这方面的杰出贡献啊，这是实际上也就是或现在我们看起来这个研究实际上就是小麦里面一个基因一个小小的变化就产生了这个基因的活性啊，所以变了，然后整个这个植物的生长变了，就变得很短了，短了以后它就高产，就大部分能量啊这个东西都用于产生小麦粒啊，而不是产生杆子叶子等等啊，这是非常重要的。我给大家再分享一个，就是我自己啊参与，但是呢一个小小的一件事情啊，在这个照片里面呢是一个李伯林教授，是广西师范大学，实际上他年龄跟我也差不多啊，说不定还小一岁，这张照片几年前我跟他合作嘛啊，我们这个看了这个照片，这个藤本植物结的这个果叫罗汉果啊，罗汉果还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是中国啊这个特有的一种中草药成分啊，对这个润喉啊、心解肺啊啊有很多很多好处，因为它还产生一种甜的物质，这种物质的比斋糖甜300倍啊，但它是不产生热量的，所以对我们今天这种啊很多很多想又想吃甜的又不想发胖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啊非常好的东西。当然它的量太少了啊，就说据说可口可乐想啊用这个，但是一计算。全世界的一起加起来还不够他们一个月用，所以这就不可行，就是有产量要大幅度的增加几十倍啊，才可能做这些啊用这用途。所以当初我们设计了一个小课题啊，就是能不能把这个罗汉果从它的原产地，就是在广西桂林那一带啊周边一带，逐步的啊向别的地区扩散啊。所以我们当时做的这个一个就是野外啊实验。就是把它移到啊这个贵州啊湘西这一带啊，就是靠北，然后一直移到了四川啊四川盆地，然后移到了四川的北面广元啊，就是和啊这个到秦岭，快到秦岭了这个地方，所以这个罗汉果实际上是可以啊往北移的，所以根据这个判断，这个罗汉果就可以啊这个种植面积可以大大的扩大，因为罗汉果它不用田，它只用这个坡地就行了，所以中国要是面积这么大的面积范围内啊，你有足够足的坡地，把这个产量可以巨大。当然，这个产业化也有一些其他的问题啊，需要这个研究解决。啊，这个其中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李伯林教授啊他解决了，就是把他的这个繁殖啊，就是在野外的罗汉果
啊，一般最多接20个果一颗，但它通过主培技术，就是脱毒苗啊，就是脱毒苗以后呢，啊，在这个地里面种的话呢，就是一棵苗可以产200多个果，啊，一下子把这个产量增加了啊10倍，所以这个呢就变成了一个可以产业化啊，就说也可以产生很多苗，哎，每个苗的产量高啊。这个照片啊，就跟大家看了一个，就是一个啊一个地里面长了很多很多罗汉果，就说一亩地大概有160株左右吧，啊，罗汉果，而且每一个每一株有200多个果的话，这个果子可以到几万个果啊，可以到几万个3-4万果啊。这个果子在目前每一个果子都是可以卖到啊至少5毛钱到1块钱这个范围，就是农民手里啊。所以可以想象啊，在农民种一亩这个东西成本比较低的啊，种植成本比较低的，可以啊，可以收入可以高达啊几万元啊，几万元啊，就是这也是一个啊，就是一个植物学科学的一个实验一尝试啊，有一些进步的以后就能够把它一个野生的一个藤本植物变成一个作物，并且可以农户可以去种植，而且帮农户能够增加收入的一件事情啊，这个也是很有意思的，就是植物科学啊。这个是在广元的时候还是得到了他们当地的一些领导们的一个支持啊，比如说这是应该是2017年啊，这个照片照的，你看这个当时的四川省组织部长啊，还有这个广元市的市委书记到那个地里啊，田间地里去看这个事情，他们表示他们对这个事情挺重视啊，就是一个新鲜事物啊，含有科技带动的新鲜事物，同时又能够让农民啊增加收入的一件事啊，当地领导对这事还是蛮重视的啊，就是这也是一个植物学的小故事啊。我跟大家再分享一个啊，这个在生产中的，我们大家都我想大家每个人啊，一到餐馆干什么，或者在家里都是要吃西瓜的，没有说没有，我估计现在没有人说不吃西瓜啊，西瓜在中国的产量销量非常大。但是西瓜是怎么种植的啊，怎么种出来的我估计大家都不一定知道。所以我们今天吃的西瓜实际上都是嫁接啊，就是西瓜苗嫁接的一个葫芦那个砧木上形成那个嫁接苗啊，然后这个嫁接苗然后再卖给种植户，在地里种，然后长出西瓜，然后大家就是吃到的西瓜，很有意思的啊。再我跟大家稍微几张照片介绍一下，看到没有啊，这个下面这是西瓜的苗，就把西瓜苗的上一部分把它切下来啊，就是用刀斜着切一下，然后这个就是砧木啊，就是下面的那个有根那个啊，这是葫芦苗，看起来啊有点点区别，但是它是不同的物种啊，不同的物种差别很大的啊，这个就是把它啊弄起来，然后就一很多这个相当于农民工啊的这个工人就把它就嫁接很简单，就是一个特殊的一个小塑料夹子啊，这个当然塑料的强度也刚好合适，这都已经测试过了，就一个夹子把这个苗两个东西这个伤口对接上，一夹在一起啊，一个人一天可以做几千上万的啊，看没有，然后嫁接以后过一段时间这个就活下来了啊，就活下来了啊，然后放了一个特殊的温室啊，不同的光照温度湿度让它能够非常顺利的啊，把它这个成活，伤口愈合啊等等啊，把苗搞壮，然后呢就放到温室里面稍微建苗一下，建把那个苗又念一念苗啊，然后这个苗就给卖给农户去种啊，就是种地里种啊。所以呢大家可能根据这个现象就知道，实际上你西瓜育种啊，西瓜品种实际上不简简单单的就是西瓜育种，实际上西瓜育种是西瓜育种包还加上葫芦的育种，你还要育出好的砧木啊，育出好的这个西瓜品种，把它两个加在一起才产生啊西瓜，就是我们种的西瓜苗，然后产生西瓜，这个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是农业生产啊，就是很多很多时候我们想当然啊吃啊用，实际上并不了解它的一个啊这个生命过程啊，真正的生产过程，这个嫁接很有很多学问的啊，你两个不同种的植物嫁接在一起，一个是提供根部，一个是提供上面的茎部啊，产生什么果啊花呀、啊、等等。
哎，大家会奇怪，他怎样能够一起，就是活在一起啊？就像在动物里面是不可想象啊，把一个动物的一半或另外动物的一半把它嫁接在一起，这个是不可想象。当然我们也有也器官移植啊，但是器官移植一般都是局部性的，一个器官的移植不可能把一个人，比如说一个头和另外一个人的身体接起来，这个可能是一个非常大的啊难度的。但是植物这是在生产中已经大量应用，而且这个事情不用什么高学问高学历的人去做，就是普通的农民工就能做的事情啊。看这另外一个有趣的事情啊，我们大家看一下这个照片，就说这个嫁接过程中发现啊，这个南瓜苗要是用于作为砧木的话，它这个啊那个耐肥抗虫等等都特别特别好，就是对后面的产量啊或对后面的这个管理都非常非常有利。但是这个西瓜苗直接嫁接到南瓜苗，因为它的亲缘关系比较远啊，上面的就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西瓜那个吃起来味道里面有一些南瓜的味道啊。我们知道南瓜生吃是不好吃的啊，有这个大家不喜欢，所以这个在商品上这就是一个不太好的一个商品。哎，这些农业方面的这些这个操作人员就发现它可以过渡一下啊，下面是西瓜苗，中间接一个西葫芦的一段西葫芦，然后在西葫芦上面又再接一个西瓜苗，就说这个就看这是三种不同植物把它接起来了，下面是南瓜苗，中间是西葫芦啊，上面是西瓜啊，这样一过渡一下以后呢，就发现这个西瓜长出来了以后，它就是个西瓜味，就没有这个南瓜的这个味道。大家可能就会奇怪，为什么会这样，是吧？中间隔了一段西葫芦，它就南瓜的味就传不上去了。哎，这为什么传不上去呢？实际上这也有很多很有意思的学问啊，就是说当然这个有待研究啊，有待研究。但是这个在实际生产中，这个是可以操作的啊，是可以做到的啊。这个啊，就是说实际上很多事情都是从生产啊，生产需求产生的科学问题啊，让我们科学家可以解决科学问题。对，这就是很多很有意思的一些现象啊。我再回到啊这个植物啊，植物啊，再回到特别是植物的一生啊，植物一生是开始是从种子开始，所以植物这个种子具有一些很奇特啊，很奇特的一些啊能力啊，我跟大家说一下。当然这个世界上啊，这种百花争艳什么，就是这种特别特别啊，这个丰富的这个植物资源等等啊，都是因为植物它是用种子这个手段去繁殖啊，去做的。那这个种子，大家实际上可能是不是也想到啊，就说同一颗种子，它是不能够决定自己在什么环境啊能够去生活的啊，它也都是凭机遇啊，被风吹啦，动物把它带走啦，还是人类把它路过把它放哪啦等等等等，它也许在一个很肥沃的这个土壤里面生长，那就很舒舒服服的，不用太多的问题。它也许在一个很恶劣的环境下生长，就像下面这个小植物上面有那么大一个混凝土啊，又把它顶出去啊，就是说同一个种子，它不可预计它会产生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下，是恶劣环境还是某一个恶劣环境，它不可预期，但是它怎样能生存下来。所以植物它与生俱有了一种超级的本领，它就是不管在什么恶劣环境下，它都有办法应对，它都能够生活下来。当然你如果太恶劣的一块大钢板盖住植物种子，那它也是真是长不出来了，那它也没办法啊，它就可能长到它就放弃，它就死去了。但是在它放弃之前，它会想方设法啊能够出来啊，这个是很有意思的啊。这些能力强到什么地步啊，我跟大家再说一个事实，这是一个真的事实，这是几年前啊，应该是三年五年前吧。有一个科学报道啊，完了一篇科学论文啊，就是俄罗斯啊，在它的西伯利亚一个冰天雪地那个冰川里面啊，冰川融化，他们后面发现了一些种子啊，这些种子啊是据考证啊，据这个
啊，考古这种技术考证的是32000年前的种子，啊，他们这个种子拿到实验室以后，经过啊这些科学家的一些处理吧，啊，能够发芽，能够开花，能够结果，啊，就是把一个古老的植物，或者现在已经啊没有的植物啊，就是不至少现在新的是他们演化了几万年的都不一样嘛，啊，能够把它复合出来，就说明这个种子在那个冰天雪地里面已经待了30000多年，还是活着的啊！这个也是一个超级的本领啊，超级的本领。刚才我们说树有的老到10000年，那个种子可以活几万年，所以这个生命力啊是巨大的啊！我再跟大家再说一说这个种子萌发啊，这个因为也是我啊这个研究啊研究的一个内容之一吧，所以对这个事情还是啊非常感兴趣。就是我跟大家再细说一下这个种子啊，一般来说种子掉到土里面啊，但是我就说它第一它的深度有多深啊，这个土有多硬啊，有这个压力有多大，它是没有选择的啊，它都得能应对。所以这个还有一个点大家可能啊不学这个生物的人可能不太了解，就是这个植物从土里面基本上是暗环境啊，有的是露一点点光，但是很少。从土里面啊，一旦冒出来，突然就见到这个太阳光，这个光的强度是一个巨大的变化啊。就想象啊，你一个人啊，本来是用眼睛蒙住的啊，突然把你放在夏天啊，中午的时候让你对着太阳看啊，你是受不了的。植物也是一样啊，这是同一个原理，它是受不了的。所以他要在这种情况他怎样把自己准备好啊，能够一出来他就能活下来，这都是一些 要有很强的一些本领啊，就是我们从学术上讲就是一些机制啊，或能产生，而且他的机制的产生是根据他的环境的变化来调整啊，用不同的机制去产生，机制反应的幅度啊量就是量上也反应不一样啊。所以啊，这个植物实际上是面临着很多很多有意思的啊，就是说一颗小小种子突然发芽，他就要决定是不是合适的时间发芽啊，因为你要在冬天发芽，一出来不就死了吗？是吧？啊，同时发芽以后，它要往上长啊，要是压力大，那个土壤那个环境差，它要长慢一点，自己要结实一点啊。要是轻轻松松的，它会长快一点啊，会自己长细一点、小一点、少花一点能量啊。就是说，它要知道什么时间它基本上能达到表面会出来。他要做好准备，因为他准备早了准备晚了都不行的啊。他一出来他马上就能够把叶子打开啊，能够光合作用，他第一能活过来，第二能光合作用，马上就能自己啊用光能就维持自己的生命啊。这个是一系列的啊这种决策或变化应对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我们最近的大概过去的7-8年吧，就研究了这个问题，得出了一些很有意思的一些结论啊，大家当然有兴趣的可以查阅一些我们一些文献，这个就有点太专业了啊，不适合在这个课上讲。所以植物啊，这个有很多很奇妙的现象啊，有很多事情呢啊，这些现象已经啊被科学家研究了很多年，但是到今天为止呢，就是还不是特别清楚，也是还继续啊在科学研究的，比如说植物的一个。对机械压力，刚才我提到的这个幼苗破土而出的时候，它也就是感受不同的压力的变化，决定自己怎么长多快啊。但是这个植物对这个压力的变化，最早是由实际上是达尔文啊，一本1880年出版的一本书上啊，描述了很多很多这样的事情啊。实际上我们现在这么100多年来，还是继续解答这些现象啊，比如说他说的这个含羞草。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你可以用个很尖很尖的一个笔尖看的这个图啊，你碰其中的一小点啊，叶片叶子中的一片叶子的一点啊，一碰了以后，它整株植物不是光在一片植物，整株植物的叶子它都能有反应啊，就是关起来。而大家可以想象，就是这一个点感受到了机械压力啊，触碰，它能把信号传递到全身。然后全身产生的一个反应啊，这个是挺有意思的一个事情。这就和我们人是吧，我们看见了一个东西，我们把这个东西在大脑里面这个一整合，然后我们说哎这个东西我要把它伸个手把它拉过来是吧，
那就是一个完整的信号感受、信号传导，然后这个行为产生行为啊。在植物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时候都是有类似的。当然，什么是受体，什么是传导啊，什么是这个行为怎么产生，它的所有的这种分子基底是不一样的啊，是不一样的。但是这个整个这个概念啊是相通的啊。我们可能有的人在院子里面种了什么豆角啊啊一些这些事儿，你会发现啊，就是很多很多都是藤本植物啊，它能够沿着一个杆子或者一个竹杆或者一个树杆，它能够啊就是螺旋状的攀附着往上长，而且就是螺旋左螺旋右螺旋，它都是有规律的，就是它怎样能够知道啊要攀着这个植物往上长，这个是很有意思的学问啊，这个是很多时候都有了，但是一直啊是不太清楚。这个还有一个就是接触。实际上这个实验啊，这个右下角这个图是我在我读研究生博士后的时候啊，就是一位学者啊讲这个学术报告时候用了一张照片啊，我后面从他文章里面拿来了。所以很有意思，同一种植物同一天栽，放在同一个地方生长，所有的环境条件都一样，唯一不一样的就是右边这个植物呢，就是每天派一个学生摸一下啊，用手轻轻的摸一下。左边是不摸它啊，你看看这个植物啊，就是每天被摸的啊，是不是可能感觉到这种爱火，它就长得慢啊，长得比较被没有摸的就长得有点急，就提前开花了。哎，这就很有意思啊，就这么一个差别，对这个植物什么时候开花就产生这么大的影响啊，这个是很有很多很有趣的学问啊，有趣的学问。这个看这个水稻啊，就是比较野生的水稻啊，就是以前啊老一点时候的水稻，实际上它是有一个特殊的本领啊，因为水稻一般都长在有水的地方，但是有水的地方它有的时候水就太多了啊，它这个水就是发大水的时候它怎么能够活下来。水稻这个水稻它有一些特殊的一个本领，它就和我们人有点相似啊，就像我们人要是跑到水里面去啊，要是在河里面逐渐逐渐往深水区走的时候，当水没过你的脖子的时候，你要是不会游泳你会很害怕的啊，你恨不得一下子长高一点啊，就会安全一点。实际上这个就是植物啊，实际上看起来也有这个感觉啊，这个水稻啊，这个野就是早期的水稻啊，它也是当那个水没到快没到顶的时候啊，在没顶之前它会有一种急迫感啊，这个发大水的时候它就是非常快速的能够生长啊，很快的往上长，然后呢就是希望它成长的速度长高的速度能够大于这个水淹满的速度，往上长的速度，这样的话它就不被啊，就是有一部分就被水淹啊。这个现象啊也现在生命科学啊也做了很多研究，也作为这个水淹以后啊，可能是会产生的一些植物激素啊，使这个茎秆快速生长啊，这有一些结果啊，我就不跟大家说这些细的这些事了。就是这个水稻有这么一个很神奇的本领啊，这个是人想做做不到的啊，这个它能做到啊，能不很快速生长。还有一些有趣的事啊，大家会在森林里面、公园里面散步的时候就发现啊，这个树长在密的时候。啊，它就长得笔直笔直的啊，它的树大小差别很大啊，就是但它的高度都基本接近，但是它都是直着往上长啊，就说植物有这么一个能力，它实际上是能感受它周边的邻居的啊，感受边上别的植物啊对它有多远，它能感受的啊，它然后决定自己怎么长，就是边上有别的植物它可能就感觉有这种危机感啊，可能它就要长快一点。对植物来说，一致要给阳光直接接触，对植物来说是最重要的，因为这是它的生命的能量啊，所以它都要长高。要是边上没有别的植物的时候，它就会往两边长或往周边长，就长宽而不是长高啊。你看这个树啊，这也是就往高处长。但是我们大家可能熟悉的这些树，比较一棵树没有别的边上没有别的植物的时候，它就长得很散漫啊，长得也不高啊，但是就是往宽的长啊。这个
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这个你看起来植物的形状差别那么大，它实际上就是同一个品种的植物啊，它就这样啊，它就长在一起的时候就茁壮上涨啊，它能感受周边的植物有多远有多茂密啊，对它的影响会有多大。这个有些这个伟大的这些这个艺术家啊，像吴冠中先生，他画的画啊，据说他是第一个发现张家界原始森林啊，他的一些山啊水啊，所以他对把张家界最后成为中国第一个国家森林公园啊，他起了一个不可低估的作用啊，不可估量的作用。但是他的画啊，他在张家界第一次张家界做的那些小溪啊森林边上的时候，他就做了一些画啊，他这些画很明显和我刚才说的这个植物的现象是很精准的。看到没有，长得密的时候就比较直啊，长得比较稀疏的时候就长得歪歪扭扭啊，长得宽啊，所以他这个艺术家啊，艺术和科学是相通的啊，所以他的画价值很高。我再跟大家看一个植物啊，这个植物这个花叫五彩花啊，我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花呢，这个就是开花前啊，你看这个花啊，就这是花苞还没开花，刚开的时候是这个是淡黄色的，白色淡黄色的花，它一旦授粉以后就变成这个粉红色的这个花瓣啊，就说有不同颜色啊，只有它开了还没有授粉的时候它是淡黄色的，哎，这个颜色刚好是为昆虫帮这个花授粉，是为昆虫设计的。昆虫它的视觉就特别喜欢这种黄色，但是它对这个红色很不敏感，所以大家看了很有意思啊，这个昆虫在花上要去授粉啊，它不是，当然它不是真正的是工人似的去授粉，它就是无意中的啊，就在花上采蜜的时候，它只对这些看到没有，只对这个淡黄色的花感兴趣，它对那些红颜色的这个已经授过粉的花一点兴趣都没有。你看啊，它非常非常明显，就说你看要这个植物啊，它给这个昆虫，它就互相利用，互相就是让取悦对方，让它经常来光顾啊，它就产生这种颜色的设计啊，非常有意思，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啊。这自然界有很多很多这种很奇妙的事情啊，这是其中一个啊。我们讲了半天植物，我跟大家看一个这个浓缩的视频啊，就是一棵植物从发芽出土的那一刻开始，一直到开花结果啊，这是一个向日葵啊。大家要注意的是，这个植物长的过程中，一个摆动就是一昼夜啊，一个摆动是一昼夜。大家看到没有？这一个摆动是一昼夜，它是这个很有节律的，一个昼夜是一个节律，看见没有？啊，最开始是摆动幅度很大的，在一段时间摆动幅度又小了，后面摆动幅度又大了，而且小叶子摆动幅度更大。大家看，一个摆动周期就是一昼夜啊，大家可以要是眼睛好的可以数一数看这个植物长了多少天。啊，所以这个植物，我们不要认为植物是不会动的啊，就是你没有认真看它动而已。你要是能够盯住一个植物看，连续看24小时，你就会看出这些动作来啊。当然啊，我估计没有一个人盯住一个植物看24小时，但是用一些现代的设备，拿一个相机啊，做一个啊这个缩时的啊这个摄影，就能看出这些很有意思的啊这些植物的动作。你看到没有？这个啊植物的动作，这是在酝酿要开花前酝酿啊，这植物的动。看到没有？这个快开花的时候，就摆动的幅度就很大了啊！看，快开花了。所以这个植物它就是它自然的生命，它就是发芽长大开花结果
啊，结了种子，他就完成了他的一生的使命啊，就是一年生的植物，他就这样就完就结束了。当然，一些植物多年生呢，它就是它的树干部分留着啊，然后这个叶子呀、芽可以每年来一次啊，这就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啊。这是一个正常的啊，一个正常的一年生的植物，就是向日葵啊。我跟大家再看一个，就是不太正常的植物，就这个植物叫菟丝子啊，就是完全寄生在别的植物上，它自己是不光合作用产生能量的，就是完全依赖于寄生。它的一生很有意思的啊，跟大家看。These are the germinating seeds of dodder. They have to find their host within a few days, or they will die. A favorite target is the nettle. Well armed with stings it may be, but they are no defense against dodder.Seedlings can detect whether a nettle stem is feeble or well nourished, and they pick their victim with care. This is a strong, healthy one, good to feed on. In goes a nozzle. This 植物很厉害啊，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就粘住，然后一个吸管就伸进去。We send fuels its growth and its hunt for another victim. The dodder is a relative of the bindweed convolvulus.And it climbs in the same sort of way. Wherever the feeding seems good.Parasite inserts a tube and draws off the nettle sap. Once it's fully established, drinking from the nettle through hundreds of connections, the dodder is siphoning off enough nourishment from its victim to enable it to flower. 看到没有？这植物马上就要开花了。它的花也是很漂亮的，它会开花，那个结种子，那种子发芽以后又去找一个寄主寄生，然后长大，啊，然后又开花结果，啊，这个寄生植物也是它的一生过程，也是很有意思的。它自己不光靠作用，它自己找到一个合适的寄主。Eventually, the whole bed of nettles is overwhelmed.By writhing dodder stems.我最后啊总结一下，就是我们说了这么多植物各个方面的一些很奇妙的事情啊，总结一下这个植物啊和我们日常看到的动物有什么根本性的区别啊。一个问题就是区别啊，一个区别就是植物的发育是有多次发育，我刚才看到的就是说它叶片一片一片一片的长重复啊，就是可以长好多好多次啊，有的是多年生植物，它今年一次，明年又重新来一个轮回啊，就是多次发育，这是植物的一个啊一个重要的特点。
动物特别是高等动物像哺乳类包括我们人类它是一次发育啊，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出生作为胎儿出生了以后它基本上没有新的器官产生啊，就是新的就是一些器官的成熟长大或者大脑变得更聪明但是没有新的器官的产生啊，当然有些个别的案例除外这是一个巨大的差别还有一个就是发育的模式啊，植物的发育的模式就是植物发育那个样子长什么样子啊，它是可塑的它是根据环境它的差别可以非常非常大但是动物它就是一个固定的模式不管你是在冬天还是在夏天不管你是在黑夜还是在白天它都是一个样子但植物就完全不一样啊，这个植物它可以在暗中长的就刚才没讲的或土里面长的或者外面长的就完全不一样在森林里面长的或在单个一个石头上山上长的一棵植物它就完全长得完全不一样啊，所以这个可塑性很强因为植物它不可能预期它的环境所以它要为各种不同的生长环境都做好准备动物不一样动物它是能动的它因为能动所以环境变化它就跑啊，有逃避它可以就是一个方式就够了啊。就刚才说的就是植物它是不能动的它就在那一点啊，不能动啊，就是就不管是什么环境不管是惊涛河岸或者是不管是这个这么这个狂风暴雨它就要坚持它一定要坚持下去它要抵抗它最后胜利了它就活了它失败了它就死了啊，它这是一个不像动物动物的是移动性就是逃避老是跑是吧反正太热了啊，就跑到一个凉快的地方啊，这个水深了我害怕我就跑到岸上是吧那植物它是不能的它是不能动的啊。但在最后就总结下这个植物啊，这个植物的实际上啊有很多优良的品德啊，这个是这些品德我认为是远远的高于这个人类啊。第一个品德就是它飘到哪里啊就在哪里扎根然后一辈子就在哪里啊，它不选择它自己不选择啊，不选择一个好地方差地方它就是任意的到哪就是哪而且还能安安心心的一辈子就扎根那个地方这个植物刚才我跟大家也说了它因为它不能动所以表面上我们认为啊，就是我们就是一些不懂植物的人就认为它逆来顺受啊，它就不动反正就是这个好像就是被动的这个受苦受累实际上完全不是这样啊！你要是懂它的你要是知道它的一些这个内心的或者是细胞内这种分子变化的人就知道它实际上是全身心的主动应变全力出击啊，为了这个抗击不同的环境啊，这个是非常非常有内涵的啊，不内涵的。还有就是随入乡随俗，任劳任怨，开疆辟土啊，就说它到哪就在哪长啊，就是适合那个时的环境啊，把它的这些生长的这种方式模式都改变，就适应当地的环境啊，从来不说你这个环境不好我跑了。这个环境不好我要选个地方从来不这样而且他都是到那种最恶劣的地方先把那个地方啊，这个环境开发起来啊，然后后来的生物啊，特别是动物能够用上对这个植物还有一个就是很无私的啊，做这么多事情它为人类为动物就提供了基本上所有的食物和能量但是它从来没有啊索取任何报酬啊，所以这个植物啊，植物应该是很高尚的一个啊一类生物啊，高尚生物。这个课的内容啊，主要就是这些。我顺便呢，跟大家介绍啊，在北大啊这个现代农学院啊或者现代农业研究院，有两个事情，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说不定对我们大家的生命科学的教课有些帮助啊。在北大呢，有一个课啊，这个是我。回到北大以后开的一个课叫舌尖上的植物学啊，舌尖上的植物学啊，就讲植物，讲植物些有趣的故事，讲植物和我们吃怎么关联等等等等啊，就是每个作物怎么来等等。去年2019年时候我们是这样一个，就是每年这个完全不一样啊。去年我们这个课因为是由主要由三位老师啊我还有一位我以前的一个博士后但是现在也回到北大做教授啊，叫李磊
啊，我们还有以北大的前校长许志宏老师呢也参与啊，基本上每年都会上两次课给我们这个课。我跟大家看两张照片啊，就是啊，同学们选这个课以后啊，我们都让同学们要在期考的时候交一份一个作业啊，这个作业可以是一幅画，可以是一种物品，就是用植物的各个不同部位，反正自己做一个物品，一个艺术品什么的，或者写一首相关的诗或者词或者谱曲，搞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东西啊。特别是去年很多同学做了一些什么这个说唱录音啊，一些这个表演啊，还有搞些音乐啊等等，反正主题就是植物啊，植物科学，就是在植物这些方面随便你找一个某一个点，你就可以自己随便艺术创作啊。在这个是一些诗啊，一个画啊，大家看到一个同学作业，当时也是我们也是啊非常欣慰，同学们非常有创造力啊。这是2017年啊，你别看这个画，这个图实际上是6位同学的作业把它拼在一起，同学们的创造力非常非常高啊。我觉得这个就是上课嘛，就是让同学们有兴趣啊，同学们感兴趣，让同学们记住啊，对，就是说他要感兴趣了，他要上心了，还要在某个点能做一些创作，那他说明他能记住这个课的一些事情啊，这个我觉得就是课的一个上课的目标吧。第二点就是在这个课的基础上啊，我们几位老师还加上其他一些老师或同学的一起啊，我们编了一套书，我们叫植物生物学科普丛书啊，现在目前是3册啊，正在出版过程中啊，说不定7月底就能出来。我觉得这个书可能希望是中学生啊、大学生啊，就是特别是非专业的啊这些学生们应该是喜欢的书，它都是一些讲一些植物有趣的故事啊，都是以讲故事的形式啊或日常生活结合起来讲一些植物学方面的一些科普知识啊，但是在知识性上它是比较前沿的啊。这三本书我们是这样分的啊，第一本书就是植物的身体，就是主要是讲植物生理构造啊、生命机制这些东西啊东西啊，这个就是你对你了解植物啊，不是光看植物长了一个叶子花，但是给你稍微深刻一点啊。第二个呢就是植物与食物啊，这本书可能和我们这个那刚才说的《舌尖上的植物学》啊，可能接近啊，这个是吃嘛啊，这个讲了很多这个食材背后啊，人与植物的这种相爱相杀的一些故事啊，很有意思的啊。第三本呢，我们这个命名为叫《植物的私生活》啊，就是植物的奋斗史话，我们叫它就是主要揭秘一些植物它生存的过程中的一些智慧和一些斗争的一些策略啊，实际上就像我刚才介绍的，他怎样应对各种不同的环境条件啊，怎样应对，怎样处理好，让自己能够生存，而且生活的美好啊，这些很有意思的一些事情，希望啊同学这些老师们有兴趣，也希望你们的学生们感兴趣啊。这个书啊，我们请了北大4个前任校长。啊，就是都是搞自然科学的前校长啊，这个王英哥校长、许志宏校长、周其富校长、宁建华校长啊，都让他们对这个书做了一些这个评价啊，倒是在这个书上会有，希望这个同学们会有兴趣去看这些书啊。那我这个课啊就讲到这儿，这个时间应该也差不多啊，那就请牛斌。啊，我们进入下一个环节。那个非常感谢邓老师给我们做了一个非常精彩，然后多姿多彩的这个分享。我们也看到了非常多植物相关的照片以及视频。同时刚邓老师提到了一门课叫《舌尖上的植物学》。作为一名老博士，要告诉以后要选课的同学，这门课太火爆了，我一直选不上。如果要选课，大家一定要提前积累人品。邓老师的课还是非常有人气的。哦，对，就是我作为一个也是生命科学的这个博士生，也没想到说我们天天吃的西瓜是通过嫁接到葫芦苗上结出来的结果，就是果实。
原来这么简简单单的水果，它也蕴含了这么多的植物学的一些知识点。相信就是说听了这次分享的大家应该也都长了知识。对。那邓老师，您现在应该是在山东潍坊的一个北京大学现代农业研究院，对吧？对，是的。我是刚刚也去看了一下这个它的一些目的和一些将来的目标，是希望建成一个技术研发以及科研成果转化的基地，然后呢应该是想加速这个农业研发成果的一个产业化，来进行一个产学研的结合。这个方面您有没有说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些东西？这个实际上也可以简单的说两句，因为这个要是说细了可能就时间更长了，以后有机会可以跟各位老师同学讲。当初我回北大的时候，2014年回北大的时候，当初的一个就是回来不是简单的做科研，因为做科研在国外，加拿大就做或北大做也都差不多，没有实质性的差别，就是换个环境而已。但是回国主要是当初想就是对中国的农业会有所帮助啊，能够做一些有益的事情。说到这个问题，刚好我有两张幻灯片啊，跟大家稍微介绍，把这个事情就是时间点跟他说一下啊，就是我自己本人是出生在一个湖南湘西的山村啊，这个房子现在都还在，所以我从小就是对农民这个生活的艰苦啊那么艰辛，有点想改变这个啊，当然后面上了北大。北大学士啊，这个硕士，然后又出国留学，到加州大学做的博士，然后一直啊博士后，最后到92年到耶鲁大学任教，最后一直到得了终身教授啊，然后开始终身教授以后就开始回国做一些合作啊，后面我们在国内又创建了一些植物研究的一些机构。我选择了2014年啊，就是暑期啊，就是春季学期结束以后，暑期啊一个合适的时间点就回国了啊。回国的过程中，我觉得就是当初要做的事儿，基本上就到目前看起来都已经至少都起步开展了。一个就是建立的北京大学现代农学院啊，这个现在已经它在正式的运行啊，这个就是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可能这个意义也是非常非常大的啊，特别是对社会有实质性的影响啊，这个就是2017年8月18号啊签署了促成山东省人民政府与北京大学签署的合作共建北京大学现代农业研究院啊，这就是现在我今天现在讲课的这个地方啊的这个的落成啊，这个就是落成了这个研究院，从体制上讲我以前的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有点类同，但是这一个完全是农业啊，就是农业，而且更是集中在农业这个作物科技和育种，就是怎样理解作物，然后把最前沿的科技知识用于设计培育新作物啊，这个新的作物呢刚好就是被中国的农民能够用上，让农民能够减轻他们的劳动强度，增加每亩就是平单位面积这个土地上的这个收益啊，这就是我们育种的目标啊，所以这个事情要开好了，开展好做起来，对中国的农业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差不多吧，就是这么一个研究院。但研究院现在目前这个就是这个园区建设基本完成，已经有招聘了五个 PR 说不定我们的目标是实现大概30个左右的PR 进驻这个研究院到时候人员说不定能达到500人左右这么一个规模的一个研究机构好的，谢谢邓老师。您刚刚也在介绍了您从2013年被评为美国院士之后呢，科学院院士，然后又选择了毅然决然的回国。其实我想应该很多人都猜测您应该是还是心系祖国的农业发展，想要振兴农业，然后呢希望把这个在国外的一些农业或者是植物生物学的一些研究成果转化为咱们国内新的生产力。那这个方面就是我也注意到一点，就是您的实验室相较一些传统的这个或者基础的植物学研究，它普遍以
一些模式生物，例如以南芥为研究对象，而您实验室呢是也是加入了一些经济作物，比如水稻呀、玉米这些。那您这个应该也是为了顺应，对农业发展的一个要求。那在这个研究过程中，就是比起基础的这种模式生物的研究，它有什么不同吗？我大概就说在参与这个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之前，就是03年这个分界线，在03年之前，基本上都是模式啊，就基础研究。从参与这个生命科学，因为那个生命科学研究所是在中国，是在北京，所以那个时候就开始就在那个地方做的工作呢，主要都是以作物啊，最开始水稻，后面刚才你也提到了，就是后面也延伸到这个小麦、玉米啊。这个研究就很多基本的概念、基本的思路是很相似的，但是你落到具体做什么、怎样做，这种每天的这种操作层面，那它就是完全不一样的。你种一棵植物或种一个模式植物泥兰芥，或者种一棵水稻，那完全不一样。所以就具体每天的工作那个层面上还是不一样的，但是这种基本思路还是相通的，这是一点。另一点呢，就做作物。比做泥这个模式作物呢，模式植物呢，它这个就是时间跨度上会大一点。就说你一年本来在泥兰芥，我会设计做六代的实验，就是传代遗传嘛，又代啊。那水稻一年可能最高搞3次啊，就说玉米可能就是2次，哎，就说你这些方面，小麦也是2次，就说。当然我们很多人做研究就怎样把小麦可以一年做6次，把玉米一年做6次，有人都在研究，有一些初步成果，但是我们不是做这个特殊课题的，一般的做这些作物研究的，现在目前还是在用老办法啊，就是2次啊，水稻可以搞3次，然后泥兰芥那我估计一年搞6次啊，就是差别还是就是这种进展的幅度，就像你要读一个博士5年，那5年那就是你在遗传做了这个传代的这个代数啊，不同的作物那个就差别还是蛮大的啊。就是你设计课题怎么做，时间怎么用啊，就是要充分考虑这个时间的长短的问题啊。明白，谢谢张老师。那个我们在这里也收集到了就是参加我们研修班的一些老师们的问题，想请张老师来帮我们解答一下。问题的话我稍微总结了一下，主要其实分为2类，一类呢是跟教学相关的问题，一类呢可能是涉及到专业知识相关的问题。我看了一下，教学相关的问题可能会比较多，因为毕竟是对教书育人的这个中学老师，所以说我就从教学问题来入手。相信就是说随着中国就是目前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呢，那目前我们国内的教育质量也是在不断提高，高中老师的职责其实也不单单是说教授课本上的一些知识点，那很多时候呢，学生是需要老师提供更多全面的指导的，比如这个大学的专业我应该怎么选，那人生的规划有没有什么建议，在这方面可能会有很多老师有一些疑问。比如来自安徽省靖远中学的王家富老师想向您提问，如何看待大学教育与高中教育衔接的问题，这个大学教授呢最希望的高中老师除了就是说给学生提分之外，还希望培养高中生哪几个方面的能力。这个我只有说一说自己个人的一些初步想法啊，因为这个教学是一个很复杂的一门学问啊，就说我也平常也不敢轻易的对中学发评论，因为中学我没有身临其境教过中学啊，但是我个人的看法是教中学啊，特别是教生命科学，我认为是一定要让学生们对这门科学这个学问感兴趣，比如说对植物感兴趣，提高他的这种好奇心，让他的兴趣，而不是让他背好多好多名词，记好多好多图案啊，这个记好多好多考试的答案。这是我的一个观点，就是说他要好奇，他要兴趣，他才会在将来的学术生涯中，他才会选择这个方向啊，不然他根本就不会选择的啊。所以这是一个，就是说我觉得不要求全，但是
要抓住一些要点，让他能激发他的兴趣，激发兴趣。我的体会就通过对北大本科生的这个教育，就说你一定要有故事情节，一定要有讲故事啊，一定让他看我的书，就像他看这个《三国演义》啊，《红楼梦》一样，还有情节，他都不想睡觉啊，不想入睡，要看，要这种啊，就是一定要讲情节、讲故事，而不是拿到一本很刚刚那个很技术性的一本书就在那念一念，那个对学生，我们也做过学生啊，因为有的是碰到一个老师老念这些东西，差不多，我说那我们自己念不就行了吗？啊，何必还要跑到教室去，还没要早起床是吧？就干这个事，所以就是一定是培养兴趣，就是要挑起他们的好奇心，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而不是一个太多的过重啊、哦，那么多那么多知识，因为这个知识是无限的啊，我们不可能把学生什么都教会。是的，是的，嗯。此处再安利一下这个邓老师主编的《植物生物学科普丛书》，相信可能会勾起大家的兴趣。那下面还有来自福建省泉州市第七中学的赖辉煌老师，他是作为一名中学的生物竞赛的教练，然后呢，经常遇到有一些学生其实是对宏观的动物学、植物学比较感兴趣，并且热情很高，但是他从自己就业啊，或者是科研角度来看，认为。似乎从事微观的生物学可能会更有前景。那他的疑问就是，请问中学教师应该如何引导，是鼓励学生继续从事基础学科，还是说建议学生转向分子生物学呢？我都是觉得这位老师要是他说的是真的话，我觉得这是个很好的事情在中学阶段对一些偏宏观的感兴趣，这是很难得很难得，因为在大学或者研究生阶段也可以基本说啊，就是主要学的都是微观的啊，越到后面越微观，所以早期对一些宏观的事物有兴趣啊，把握一些基本知识，我觉得是个很好的事情。我觉得要是我的话啊，我不会去引导，哎呀，你早花点时间对宏观感兴趣，做一点这些分子的事，因为分子的事实际上发展变化非常快，等你读完中学到大学，说不定好多东西都新的东西都出来了。啊，所以用不着马上知道这些微观的东西，当然基本的什么基因是什么是吧 ？DNA、RNA 蛋白是个什么关系？这些基本的东西，这五十年没变，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知道一点啊是必须的。但是，太细的东西，我倒是觉得中学没有必要知道。啊，就说你到了大学，有的是时间，而且刚好大学很多东西有更新了，那时候学更合适。啊，明白，明白。那这个问题刚好又跟下一个问题，就像刚刚邓老师提到的，就是说我们的学科的前沿其实是一直在更新的，分子生物学每年都会有新的进展，那我们现在课本里的很多东西可能过个五年十年就会被新的研究给颠覆。那来自金川总校第一高级中学的蓝富刚老师也想提问，那如何将学科的前沿与教学内容相融合呢？以及就是他当然还有涉及到一些就是说在生物学科教学过程中如何去渗透一个生涯规划，主要这两个问题。对，但是两个问题还差别蛮大的啊。啊，对对对，跨度很大的。第二个问题倒是你再提醒我一下啊。我第一个问题就是怎样把这前沿的东西又整合到这个中学的教学中。我觉得啊，确实啊，我以我们这本书为例啊，我们这本书最后。成书啊，从写作慢慢修改不断的改进到成书到出版，它实际上是有个过程的啊，这可能一般的说两三年是很常见的，那就说它一些变化快的很微观的东西变化快的两三年有很多新的知识会出来，那并不意味着脑袋知识就完全就没有了或者错了，就是它有新的东西。对，所以你要把最前沿的印进去的话，那你就得对这些最前沿的一些综述啊，对这些前沿的一些学术交流啊，你这可能要实时的参与一些，比如中学生物老师，你可能要到一些，比如说你教植物科学的，到一些植物科学相关的一些学术年会啊，什么地方去听听啊，看看都有些什么新的进展啊，这里面是我觉得是一个好的，就是把最前沿的东西
啊，就是科学家这些知名的学者正在研究、正在讨论的事情，你知道一下，你不一定非得把它全弄懂，但你知道一下，哦，到了这个地方，啊，你这个在学习的时候，啊，就多看、多参与一些会，啊，这个或者现在还有一个就是说，这有一些东西有网上啊，有网上的课，也可以在网上找一找这些相关的东西，这样的话会对你的课，但是你仅仅从中学教材或者是中学相关的网站等等等等，你可能找不到这些太前沿的啊，那东西都是已经比较沉淀了一段时间的东西啊，这是我的一个小建议。你第二个问题，你再跟我稍微提醒一下。啊，第二个问题的话，就是它也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如何在生物学科教学中渗透生涯规划。我觉得在中学阶段，在高中阶段，考虑这个生涯规划有点早，啊，除非你是职业高中，你要考虑；你要是普及性的这种，就是这种高中，特别是这种优秀的啊，这个就是好的高中。而且都是非常优秀的青年人，啊，我觉得不要太过早的把他们的职业就规划上，而是要把他充分发挥他的这个好奇心，他的学习的积极性或者解决问题的能力啊，就是一个事情有兴趣，让他去翻书查文献，网上到处搜寻，找出他的相关的前因后果，然后可以提出一些实验方案去怎么印证或解决，做这些事情，而不是就盯住了啊，我以后一定要做个什么什么什么大老板或者做个什么什么领导啊，不要太提前的规划，让他们就成为一个非常好奇的啊，能解决问题的能手啊，就是对很多事情感兴趣，自己学习能力又强，这就已经非常好了。我想北大也是希望有这样的学生，也不是说一个北大学生来了以后就说我要明天就要到哪个公司去工作了。啊，你赶快给我交点我要的东西，这个学生我不认为是好学生。是的，是的，嗯。那个接下来就是说，也是有一个跟这边职业生涯或者说成长经历相关的，来自江西省南昌市第三中学的张树民老师，想问您说，看能不能谈一谈您个人的一个成长经历，这可能对于高中生的职业选择有一个比较好的参考。啊。实际上我刚才多多少少讲了一点点啊，我就想又回到这个幻灯片啊，实际上我对这个就是以一个人的经历去激励另外一些人啊，我觉得我对这个模式不是特别认同啊，就说除了一个爱因斯坦，并不是爱因斯坦的经历就是最正确的，就是培养另一个伟大科学家或者某一个伟人的一个方式，他很多很多每一个人很多很多事情都是随机啊，碰巧就最后出了后面那个结果啊，我是这样一个看法。比如说我自己啊，实际上我是在一个这个偏远的山区农村啊，离这个当时在我读中学阶段那个时候。就说没有公路啊，要走到中学去上学，都要走很远，很多路程，几十里路程，还要背着一个星期的这个粮食和吃的东西等等啊。就说在山区，它就很艰苦，所以你艰苦就对你对这些生活，对这些比如说艰苦劳作的人，还会有一些感觉啊，感觉当然对人也可能产生不同的后果。有的人我就逃避，我就跑了，不理了。我有的时候，当然我也是就读大学出去了，也是跑了。但是一直没有逃避这个问题，也就没有忘记这个问题。然后想着回来怎样能，要是有能力的话啊，能够帮助解决这些问题。当然，不是说每一个人都有这个义务啊，而且说每个人都有这个能力，说这个也不是每个人都应该做的事情，每一个人还是把自己管好，是吧？把自己生活弄好，不跟社会添乱子，这可能就是一个普通，一个很好的人了啊。就说你要是有机会啊，有能力哎，能解决一些问题，那就更好啊。比如说，但是这个不是必须的啊，这是我的看法。后面跟刚才也介绍了，后面就是一系列的工作。实际上，可以说从我在耶鲁大学任职当了终身教授以后，后面的很多事情都是一种
自己主观啊选择的一个路子，想做什么啊，最后都是有些目标啊，就是这个过程。比如说现在啊，我这个山东这个北京大学现代农业医院建起来啊，我就选择我主要时间要做这个事情，因为这个事情可以把很多知识是理念，它能够真正的在社会在田间地里去印证去实现，它成了就影响千千万万的人啊，不成就我一个人错误也不会影响别人，是吧？就是这就是这样一个事情。就是说当然要是主要精力放在北大校园可以多上课啊，多培养学生，但是我现在觉得我在北大的上的课和培养学生基本上不受影响，但是一些别的学术活动可能会少一点，因为人大部分时间不在。但是我觉得对北大来说啊，北大要对社会要负责，要对社会有影响啊，就说那现在中国社会啊到底需要什么。我觉得这个最弱势的群体啊，最落后的行业就是农业农民，所以我觉得北大要是在这个上面能做一点自己应该做的事，力所能及的事啊，那我觉得大家就觉得，哎呀，北大你看看在新的这个新世纪新年代，北大又做了一些重要的事情。你相信一定能做成的。山东是一个农业大省，并且呢山东的潍坊寿光就是全国闻名，包括疫情期间也是几吨几吨的蔬菜和水果往这个疫区去运送，所以是还是蛮希望将来这个研究院的成果能够在山东落地生花，然后转化成更好的。我觉得刚才你提到，实际上我觉得意义非常大。为什么啊？也就刚才你提到的潍坊也好，作为一个市也好，作为寿光作为一个县也好，它实际上就是一个生产地。对对，是的，就是种植生产，但是它的核心技术在哪？核心技术不是说我怎样种，我怎样建一个棚子种，核心技术是有好的品种，是最核心的。所以我们这个研究院它的最后它研究的成果，最终成果就是各个不同作物的品种，新品种。所以这个对当地肯定会有大大的有益啊，能够帮助本地啊，这个在农业这个上面能够啊，这个就是升华到下一个台阶啊，能够引领全国，我觉得会起重要的作用。其实现在很多基础的科研往产业方面去转化，以及农业啊方面去转化，其实还是一个挺漫长的过程，很多时候会有一些脱轨。其实这样的一个研究院，结合当地的一个实际特色，然后结合咱们的科研技术实力，相信将来应该是会有很好的成果。对，我们希望这样，希望以后你也有机会参与哦。好的，好的，谢谢邓老师。那下面的话是来自这个广东省广州市天河中学列德实验学校的江阿丽老师，他是在想问的是，高中生物教学应该和现代农业的生产是有一个什么样的关系，然后以及这个在生物教学过程中怎么样的有效的去跟这个物理啊化学这些学科进行一个自然的融合或者交叉啊。这个觉得很有意思的，就是这个问题是和我们今天这堂课就很有关系啊。就说你教现在生命科学教这些生物课，我觉得就说从我刚才就是教这个植物啊，这个植物的这个课啊，一堂课我就说就可以总结一个我的一个这个经验，就是你和讲这些东西和一个人日常所见所闻或者所吃所味啊，关联起来，就说哎，你今天吃什么了？你说吃西瓜了，哎，我跟你讲讲西瓜怎么来的啊。对，你说你能够不感兴趣吗？是吧？就是用这种，就说就是你今天干，你今天见了什么了？你说啊，这个植物怎么今天落叶子了？哎，我跟你讲讲，这个植物为什么落叶，它的机理是什么？那你肯定会，哎呀，那我就不看手机了，我听一听。是吧？但是你要就是干巴巴的啊，我今天讲植物的衰老、植物的生命、植物的代谢，那学生不知道讲什么呢？我手机里面的故事更有意思。是的，是的，就是一定和日常生活所闻所见所吃所味联系起来，
要一定要抓住学生的兴奋点啊，就是高中生对什么感兴趣是吧？就是对啊，他有些兴奋点，一些兴趣点，他要是追星，那你跟那个某个剧的情节给他连上，这个都是可以做到的。好的，那就是刚刚那个老师也提到说，如何有效的跟这个，因为咱们也是一个前沿与交叉的一个课堂，那他是想问说怎么与物理啊、化学这些学科进行一个比较好的融合呢？啊，这个融合啊，我就认为，不要就说你太追求了，不一定就搞得有点比较就是它不自然的融合可能不太好。但是任何生命科学的现象，它里面都是有贯穿有这种物理学这种或者这种化学的一些原理在里面，它都是一些化学分子，它就分子搞得大一点而已，是吧？它里面有这个就是这化学分子里面还会有原子，有这些东西，是吧？就说你肯定可以。这个比如说这个细胞它有渗透压，这个细胞有细胞壁，植物细胞是吧，那动物细胞没有细胞壁，它要保持这个渗透平衡，它要怎么做，它里面有一些物理问题，有一些化学问题。但是呢，就说你我觉得要融合指的是融合一些和这个生命你讲到的生命过程相关的哪一个方面，那几个方面的化学问题、物理问题，哎，你就可以顺便的说一说提示一下大家。就说但是也不要强求，就是和你讲的生命过程不相关的化学问题、物理问题，你不要强求把它们融合。融合了第一，这个就好像没有逻辑性，没有关联性，那学生们他也不会有兴趣。好的好的，谢谢老师。那来自新疆农业大学的附属中学王俊尧老师有一个也是比较大的问题，他问的是动植物给人类的启示是什么？就是这一类的问题，它有点广，就是说不同的回答可能完全不一样。有没有一两个您印象比较深刻的小故事，或者是？对，就说在我的这个认知过程中啊，我觉得这个动植物，特别是我觉得动物，我就暂时省去不说啊，因为不是我的专长，我就讲植物。这个植物就说。我觉得有其中有一个点，实际上经常想到，但是很少有这个发表观念的，就是这个植物和作物，这个实际上有的时候很有意思啊。就说我们人类出现，我们人类变得这个聪明起来以后，他就把一个野生的植物变成一个作物，去用人为的方式去种植。当然，动物有类似的事情，这里面。实际上就很有意思的，让大家要是整是在这个线上分离，就是说一个野生的植物，它的最高追求，它就是让自己这个传宗接代，占领更大的面积，是吧？占多一点，它就这个目的。它种地长得好看，耐不耐，长多高什么的，这东西就是什么有利就怎么做，是吧？但是，一旦变成作物以后，我们人的选择。那我们人选择的目标和植物本身的目标是完全不一样的。对，我们人选择是说单位面积产量要高，是吧？这样就合算嘛。然后又要好收割，是吧？又要味道好，这个营养成分又要这个比例要协调。就说人选的目标和植物选它自己的目标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就是我们的作物，你看那个植物，说我们有的很多植物知识是讲，要是讲作物的话，它实际上它不代表植物本身的追求、本身的利益，它是带人强加给它的。人类一旦参与了以后，它对动物也好，对植物也好，它会产生一些这种，就是这种颠覆性的改变，而且这个改变的方式是仅仅有利于人类，而不是有利于动物和植物。是的，对，所以这个实际上就是这个人类的存在，人类越来越多，实际上是对整个地球生物圈的一种挑战。所以人类要更加善良地对待这个植物，对待动物啊，要不是与人为善，只要与植物为善，与动物为善，不要过分的啊，过多的自私的去
去利用或者是去破坏。人类还是要学会跟自然界和谐相处。和谐相处，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就但这个问题就说是一个方式的一种回答，但是这个问题太广，就是可以有好多好多不同的回答方式。哎，对，相信这个等疫情过去之后嘛，可能下次这位老师还可以来到北大当面跟您交流。可以，对对对对，可以当面交流。对的，好的好的，嗯，好，那我们进入下一个问题。这是来自安徽省怀宁中学的方林海老师，他的提问是杂交优势的本质原因是什么。我看到您的研究方向里面其实也有一个大的项，就是植物杂种优势形成的一个分子机理。对对对对对对对，是的。有没有进展啊？对对对，这个杂交优势的原因是什么啊？这个它实际上简单的说，就是在遗传上有差异，就是遗传上不一样的啊，就有差异的两个个体，一个父本一个母本。当然植物里面很难说父本母本这个是吧，它这个性别的差异，就说杂交就是每方贡献一套基因组，就形成这个两套基因组放置，就是两套基因组里面在这一个个体它的两套基因组里面有些差异，就是因为这个有这些差异，在某些差异的情况下，这个就是哪些差异现在不清楚啊，还是研究的一个目标，它就这个个体就是叫杂合体的个体，它就比两个亲本在很多方面或者某一个方面或者多个方面它就有优势，就长得快长得大，或者这个产生的种子多产生的果子多，就有很多，就看你人喜欢什么你会挑啊，你说你我种西红柿，那我就喜欢每一株西红柿产的西红柿最多，我喜欢这个要是我种的是菠菜，那我是产生的叶子多，那我就选这个。就是说杂交优势它是一个概念，但是针对每一件事情它是不一样的。就是我们做生物研究的是生物量，那就是整个植物体大或小快或慢。那对农业上的讲，那就是我水稻产量高，我并不是叶子要多， 我叶子少都没事，我就这个水稻这个稻粒多是吧，我要吃叶子，我就是要叶子多的，别地方少我都不管，就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它这个根据这个不同的场景，它说的这个优势是不一样的啊。有的是对某一个，有的是对整体，有的是对大小，有的是对它里面含某个东西，那个东西我要的多啊，这是不一样的。就说这就是一个杂交优势，它是普遍存在的。就说它到底是什么原因啊？就说为什么有差异？就能导致它有优势，这个东西到目前为止啊主要还停留在一些猜想啊阶段啊，有很多很多好几个解释啊，每个解释呢都有一定的数学都支持，但是可能每一个解释它都不能解决所有的现象啊，目前可能还处于这么一个现象啊，就说还需要这位老师培养点好中学生来北大我们解决这问题啊。哈哈，对，我们也期待这个高中的老师把这个优秀的学生推荐到北大来，对对对，来相关的这个植物学研究。对，这边基本上老师的这个问题也都问完了。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好，谢谢。